他们把耶稣带去了，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，希伯来语叫各个他。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和他一起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头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念了这牌子上所写的，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，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来文、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的。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，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这个人自称我是犹太人的王。该写的我已经写了。士兵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，就把他的衣服拿来分成四份，每个兵一份。他们又拿了他的内衣，这内衣是没有缝的，从上到下整件织成，因此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把它撕开，我们来抽签吧，看看是谁的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又为我的内衣抽签。士兵果然这样做了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，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。母亲看你的儿子。然后他对他的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那时起，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。耶稣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了，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，我渴了。在那里有一个坛子，盛满了醋酒，他们就拿海绵浸了醋酒，放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的口里。耶稣尝了那醋酒，这是成了，就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犹太人就请求比拉多打断那些被钉在十字架的人的腿，把他们拿下来。因为那天是预备日，为了要避免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，因为那安息日是个重要的日子，于是士兵来了，把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人的腿都先后打断了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。有一个士兵用枪刺他的肋旁，
立刻有血和水流出来。那看见这事的人已经作证了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实在的，使你们也相信。这些事的发生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另有一处经文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人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来求比拉多，要领耶稣的身体。他因为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。比拉多批准了，他便把耶稣的身体领去。从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也来了，和约瑟一起带着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，约有100斤。他们领取了耶稣的身体，照着犹太人的葬礼的规例，用细麻布和香料把它裹好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里有一个新的墓穴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。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为那墓穴就在附近，他们就把耶稣葬在那里。